我们，有没有在还到我们宾馆去敲门？那天晚上敲了门，我们打110，他们才走。当时到了晚上1点多钟、1点半的时候，我的电话又响了。那个电话响了，我就吓得心惊胆战。一个那个另外一个号码又响了，我就赶紧又关机。哎，你等下再讲吧。这个时候我心就在抖。